我一开始练习，开始慢慢着急，着急这世界没有你。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。讲练啊。看着山上的气球。漂亮。去溜溜了，姐妹。短距离的气球啊。漂亮。太漂亮了啊，一发就中。今天呢教大家一种百发百中的移动靶打法啊，看看。来啊，咱们打一个远距离气球，点到就放，拉开之后控制稳定的击发，漂亮，中了啊！拉开皮筋以后，拉开皮筋以后，前手的这个瞄点对准目标之后，拉开之后皮筋中间会有一个拉力感，前手推向目标，然后呢带动着后手中间利用这股拉力感，后手有一个指向，多练习后手的指向。好了。